脉古城，一方阡陌，一派峡谷，一首棋局，奇行大地，天下凤凰。世界第一棋局，大地作盘，五同为子。长号曹兴县，奇侠对弈风云起。武林少侠，编程变撒英雄帖，评书大师原指黑白点乾坤。长号李昌镐，四节连环和天下。大江南北一百单八将，中韩三千，旌旗猎猎，罗喜和，李世石，笑傲江湖英雄党。大志隐于世，奇趣在坊间。炎黄瘦，华夏橘，凤求凰，家国美丽。李世石八年时冠，一别本土，鼓励六冠在手，士气西南，历史之战，英雄相惜。2009年8月29日，奇行大地，天下凤凰。率领代表白子的少林武功们向世界围棋之巅马青强力冲击，而在另一边，武力九冠正在代表着黑子的少林武功列队相迎中阔步走向城楼。南长城下，武力能否在自己的主场捍卫中国围棋的荣誉，我们拭目以待。武力九段已经登上了城楼入座，黑白战争万事俱备，只等号令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2009凤凰古城第四届世界围棋巅峰对决裁判长。这是由白子武童所表演的十三枪。你这个联络也要出问题。对，接完之后这儿再一飞。但是呢，有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说可不可以强行抢先手。我估计呢，这个里边是古力不愿意的。古力呢太俗，走得很老实，但是呢我认为好厚，他可能还藏着这种啊，有可能。古力的计算力也是非常强的。那么待会儿我们来看看他的表演。这个地方已经有冲了，因为通过这个街呢，他可以不要吃四个子的，他吃这个那个目数显然，岂不是更大吗？我现在还不太清楚，但是说实话，今天的棋我感觉挺难赢的，是武力九段非常照顾我。好，
力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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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